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所楞严经，见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16面，心恶合法解显。那么，我们有很多人都会讲到一件事啊，说是其实一切的宗教啊，其实都是劝人家为善的，所以是没什么差别的啊。但事实上啊，我们一个佛弟子，当然我们会不断的去修学善业，来积积我们的资粮，比方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那么我们在修学这个善业的时候，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的确跟天主教、基督教看起来没什么太大差别。但是从心态上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态。因为我们在修学善业的时候，我们会内心有一种智慧的关照，所以我们在讲外道，事实上在修学善业，它只有安乐道，没有解脱道，它能够从善业当中成就安乐的果报，但是它在修善的过程当中，不能够去破坏我们的烦恼障、业障、报障，没有这种破障的力量。但是佛弟子，在修学善业的时候，一方面能够成就安乐，一方面能够成就解脱。所以这个智慧的理观，在整个佛法的修学当中呢，就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解脱道，它可以说是一个主导者。所以我们在研究一部经典，一定要掌握它的中心思想，这部经到底应该升起如何的关照。那从本经来说呢，它的观照的方法，主要的就是有四个字，就是内外增旺的观照。我想我们研究本经一路走来，你会发觉佛陀在讲到整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一切因缘所生法的时候他是习惯性的把它分成内跟外的差别。分成真跟妄的差别，这个很清楚的。所以说，我们刚开始，我们要把这个生命的相貌分成外在的相貌跟内在的体性。那么，外在的相貌基本上是虚妄，这个很清楚的。那么，内在的体性是真实的。那么，希望跟真实是怎么判断呢？希望的东西是变化的，你看到这个东西看起来非常庄严，明天就产生变化了。所以凡是会变化的东西都是属于希望。你看空中的浮云，它一下子变成一个兔子，一下子变成一只老鹰。这个都是虚妄相，但是真实的东西它是不能变化的，它不能有生灭相的。所以我们在观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内外增旺是两个次第。刚开始我们要把这个外在的环境观察它是虚妄的，而我们这一念明了的心是真实的，远离对外境的执取，因为它是变化的。变化的东西你不能安住的，你一安住的话，你很痛苦的，因为它是变化的，它是不安稳性的，
所以我们在平常的时候经常观察，尽量不要去攀缘外在的相貌，因为你掌握不了它，你控制不了它的。好，那我们远离外境以后，我们开始进入到内心世界了。我们开始把心带回家了。但是我们面对内心的时候，我们发觉啊，我们内心外在的妄想又是虚妄，而内在的真如才是真实。所以内心也有外在跟内在的差别，所以你进一步也是要远离你内在的妄想，而最后找到你真实不生不灭的本性。所以它是远离外境，远离内在的妄想，最后真正的回归我们最初的本来面目。而这个就是整个十方诸佛菩萨整个修学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安住的处所。所以为什么本经他有资格讲他能够成就修正了义，他能够成就诸菩萨万恒守楞严，就是因为他真实在清净的本性安住下来。这个地方从安住本性而破除一切的障碍，这个是整个本经的中心思想，就是你一定要先找到你的，我们讲你的不生灭心为本修因，你要找到你生命的最初的根源是什么。这个是本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修学的思想。好，我们看讲义，心二合法解显。这个合法呢，就是把前面的眼若达多的譬喻啊，来合以下之法。那么解显呢，就是解显现前一念心性呢，跟无明妄想这两种呢，都是非因缘非自然的。做一个总结，把因缘跟自然这两种道理呢，前面讲了很多了，这个地方做一个总结了。这个地方有分成三段，一直接法，二从简非，三正指示。那么第一个呢，直接法呢是直接的来做一个解释，解释它的法要。我们看经文，是故我言三言断故即菩提心。那么这个是故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道理的缘故呢？我们前面讲到非因缘非自然的时候就得到一个结论说我们这念心是有真跟妄两种差别的。那么正妄当中的理解呢，就是我们要真实的相信达妄本空之真本有，也就是因为达妄本空之真本有的缘故呢，所以佛陀才说有三言断故当下就是菩提心。那么这段的经文藕益大师说是比较烈，事实上他的原文应该是包括了前面所说的如但不随分别世间业国众生三种相续，三言断故三因不生，真如心中眼若大多狂心自歇歇即菩提。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重点在不随妄转不随分别这个地方我们讲一下这个我们大乘佛法的修习其实是有两个不同的法门你比方说这个比较见教的次第法门，那么见教法门它在修学过程当中它是先从四修开始它会告诉你先持戒，然后修定，然后再修慧。先从信仰，我为什么持戒呢？因为我害怕当来的痛苦的果报。从一种相信造业造善能够成就安乐的果报，造恶能够成就痛苦的果报，依止这样的信仰，我们开始修戒定慧。但是这样子对烦恼本身是一种压抑的作用。这个是见教法门，他先从四修下手。那么圆顿的法门他的思想是不是这样，他先从智慧，也就是我们这边地方所说的先知道达妄本空之真本有，妄想是本来没有的，真如是本来具足的，从这一念的何其自信本质清净，
你真实的能够觉悟到这样的一个离念的心体，然后产生一种观照的智慧，开始修禅定，开始修智慧，也就是我们本经所说的先从不迷，然后再不取，再不动，由理观而带动事修。所以我们看其实这个地方已经道出了整个本经的修学的纲要啊，就是先从不随分别，然后才善言端固，最后三因不生，最后狂心自歇，歇即菩提。所以它整个下手处啊，是先有智慧的观照，然后再慢慢的透过念佛持咒来安定你的心，最后再修这个四根本众戒，那么调伏你的身口的过失。它的次第是先不迷啊，不随妄转，然后再不取，再不动啊，这个是佛陀在整个啊前面的经文做一个总结了啊，他这一个修学次第的总结。我们看忍热的从减肥啊，这个地方得重新来鉴别啊，这个对自然因缘的一种错误的认知啊。首先我们看鉴别非因缘啊。菩提心生，生灭心灭，此但生灭，灭生寂静，无共用道。那么假设我们对于整个修学啊，我们对内心的世界啊是这样理解的，说当我的圣道相应的菩提心升起的时候，这个时候凡夫有漏的生灭心啊才开始消灭啊，一个菩提心把我这个有漏的生命心把它给破坏了。那么你如果做如是理解呢，那又落入了一种生灭的对立之法了，那这个就不是本经的修学意识了，那是见教的法门啊。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了解真正的中道了义无系论法呢？这一下说出了两句话，灭生寂静，无功用道。灭生寂静呢，也就是说你要知道所谓的灭，所谓的生，都是不可得的。说菩提心升起，妄想心灭掉，其实这个都不可得。也就是说呢，其实菩提心是众生本具的啦，哪有什么升起呢？无明妄想是本来空的啦，哪有所谓的灭呢？那么你能够知道法本不生，经者不灭，一念心中妄想本来就没有，而菩提心本来就我们具足的，而这样子来认应的随顺你正念真如，这才是真实的大乘的无共用道啊。这个地方是说出了我们对啊这个真妄啊的一个理解啊。那么这个地方就鉴别啊这种因缘的对立，也说是用清净的菩提心来破坏啊杂染的生灭心，这是不对的啊。我们再看鉴别非自然啊，这个有两段法说跟譬喻，先看第一段。若有自然，如是则名自然心生，生灭心灭，此亦生灭。那么假若有，这个有就作也，那么假设你做自然之想，说啊很清楚的，很分明的，实际上有一个自然的菩提身的心体升起，而且也很分明的知道有一个真实的生灭心消灭，那么这样子呢也是落入的对立之法了啊。这一下讲出一个譬喻啊，说无生灭者名为自然，犹如世间诸相杂合而成一体者，名合合性，非合合者称本来性。那么所谓的真正的不生不灭呢，叫做什么呢？名为自然，它必须是任意的随顺真如，而内心平等，没有任何对立，这样才是真实的自然。等下讲出一个譬喻了，说啊，如果你一定是说啊，以无生灭为自然，以有生灭为因缘而形成对立的话，那么这个就好像世间上的啊诸多的万象，那么这当中呢，有些是互相掺杂而合成一体的，
比方说有的药丸是有很多很多的药物而组合而成的，那么你说说哦，这个是和合性，这个和合性比喻因缘啊。那么非和合者，那有的物体是单一构成的，比方说地水火风啊，它各有各的个体，那么这个非和合比喻是本然性，就是自然性。那么你这样子讲又落入了一种所谓的和合性跟本然性的一个对立的。我想这个地方佛陀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啊，对一个初心菩萨就是建立一个达望本空之真本有的一个信心就是你在刚开始修学的时候你要深信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也就是说你深信你现在在打妄想的这一念心，其实它的本质就是真如，它只就是一念的迷而产生很多假象，假设那一念迷情被你破坏的，那么它又恢复它原本的真实功德，这个就是说明了一种真妄不二的道理了。而我们初学者对这个要升起真实的理解不是离开的妄想，而另外有一个真心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即妄而显真这才是一个真实的真实的一个所谓的中道了义无心法好，我们看忍山的佛陀正式要指出这个对因缘自然的正确理解了我们看经文，本然非然，和合非合，合然即离，离合即非，此即光明无系论法。这一段等于是把前面的佛陀讲了很多很多的因缘跟自然的观念做一个总结了。本然非然，这一段是一个单遮，单方面的遮止。这个本然指的是自然，也就是说呢，你说它是自然，其实它也不是真正的自然，因为你要经过修正它才能够显现。众生虽然佛性本具，但是要假借修正才能够开显嘛，修德有功啊，性德方显嘛。所以你说它是真正的自然是不对的，这个地方遮止自然。和合非合，这个地方遮止因缘。但你说它是真正的因缘，其实它也不是真正的因缘了，因为它的功德是它本来具足的，你只是把这个妄想消灭了，让它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也没有从外而得嘛，所以你也不能说是因缘就这个和合非合是遮止因缘和然距离，这个指双遮，和指的是因缘，这个然是自然，也就是说你对心性的了解只有离开了对和合对因缘的执取才能够真实的显现出来，这个双遮因缘跟自然。离合俱灰，这段是双遮双照，这个离当然是离开因缘自然的执取了，和这个和者即也，要当下即是因缘即是自然，所以你必须要非离非己，一方面离开因缘自然的执取，一方面在修学过程当中又不妨假借因缘自然的方便来开显真如本性远离它的执取叫双遮，但是又假借因缘自然的方便来开显是双照，那么透过双遮双照呢，这才是真正的大乘的中道了义无系论法，这才是我们对我们现前一念心性最完整的了解佛陀对于我们这一念心到底是什么相貌他花了很多时间因缘自然，有时候讲不是因缘不是自然，但是有时候讲其实它也是因缘它也是自然我们这样子讲好了如果你心外求法，那什么都不是。你离开了你这一念清净的本性之外，去追求因缘也错，追求自然也错，什么都错。
那真的是开口便错，动念即乖。如果你把心带回家以后，这个时候你说它是因缘也对，你说它是自然也对了。比方说你看那个我们唐朝有一个叫怀让禅师，他去参学那个六祖大师，六祖大师看到他二话不说啊，就直接考他对内心世界的了解。他说你从什么地方来，我们的五蕴身心世界从什么地方来。怀染禅师说，说是一物即不重。那么六祖大师继续问他，那么还有修正佛，怀染禅师回答，修正即不无，染污即不得。那么六祖大师说，即此染污不得，即是三世诸佛之所护念。那么怀染禅师第一次答我们这念心性的时候啊，他说说是一物即不重，其实这句话已经道出他中道了义的无息论法，离言真如，就是当你回归本性的时候是离言所想的，你不能讲话的。但是离言所想到底是不是有没有错认消息也没人知道，所以中道了义无息论法真实的体性的安住是没有言所想，是为正方知的。所以六祖大师继续问他说，那有没有修正呢，有没有可以修正的过程呢？那么他说修正即不无，那么修正即不无就是讲因缘呢，的确是可以修正呢。你看我们刚开始烦恼很重，但是烦恼现前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嘛，烦恼最怕你回光返照，因为它没有根，烦恼只是一个虚妄的假象，那你只要问他一句话说你从什么地方来，他就完了，因为你密知了不可得嘛。所以我们经过一次一次的观照，烦恼真的淡薄了，正念加强，那就是修正了。心念透过你的观照，你发现你的心态每天在改变嘛，思想观念在改变嘛，那这个就是因缘啊。你的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不一样的嘛，你看到一件事情，你产生的想法，你昨天的想法跟今天的想法不一样，那这个是真的是修正即不悟，的确是有它的功德相。但是染污即不得，回归到那一念本体的时候，那你不管是怎么修正，那个本性的清净的本性是完全没有改变的。所以你要能够回归到一念心性啊，你说它是因缘，有它的断恶修善的功德也对；你说它自然，其实不管你断恶修善，还是你的本具的功德的开显。只要你法法消归自性都对。其实因缘跟自然啊，这个应用是很广。你看那个日本啊，有一个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他有一天去参访一个老禅师，日本老禅师，跪在老禅师面前说，请大师开示管理之道，他本身就是经营之神。禅师在开示的时候，他很少用讲话的，他就拿一个杯子给这个松下，说你帮我把这个杯子拿着，然后就帮他倒茶，倒了以后啊，就请他喝下，把这个水茶喝下去，喝了以后又倒了一杯，又请他喝下，又倒了第三杯，又请他喝下。这个松下也是悟性很高啊，他说谢谢禅师，我知道怎么管理的。因为他杯子本来是空的嘛，无为嘛，倒满了以后就是有为，那你喝下又变成无为嘛，自然就是无所为嘛，因缘当然有所为嘛。那我们去管一个人到底是要主动积极有所为，还是要保持默然无所为，这个就是要平衡。我相信做过执事管理人都知道我个人也带过人，很多事情你不能管，越管越糟糕，你只有默然。
有些事情是不能处理的，越处理越糟糕。让时间让它过去就 OK 了，但是有些事情你不处理不行，不处理更糟糕。那就是考虑一个人智慧到底是要有所为，保持因缘的造作，还是保持一个自然的无为。这个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这样子。基本上来说啊，我们大乘佛法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啊，面对过程是要强调因缘，要主动积极。你看我们讲凡事尽心尽力，但是面对结果我们的态度是保持自然，成败交给业力。所以我们对过程的态度跟面对结果的心态是不一样的。说因何因助，因何调伏其心，其实调伏你的心就是因缘跟自然，一个是空观，一个假观，这两种而已，没有第三种。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佛陀已经把整个调心的方法已经道出来了，那当然正式的修学是在下一科啊，但是这一科其实已经把这个轮廓啊把它说出来了啊，通过这个双遮双照啊来讲到这个中道的无系论法。好，那么这段等于是把因缘跟自然的观念呢，全部做一个总结了。也可以说是把整个第一大科的如来藏妙真如心圆三谛里的整个思想到这个地方告一段落了。那么下面这一段根二的戒欠做一个告诫跟欠修。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呢是戒图文无功，第二个是欠真修有益。那么新一的呢，戒图文无功呢，就是告诫阿难尊者呢，说只是的多闻啊，而不修习内心的唯命观照啊，其实是不能够断惑正真、转凡成圣的。欠勉他要注意这件事情啊。有三段，我们看第一段：菩提涅槃善在遥言，非汝逆劫心勤修正。虽复一词十方如来十二部经清净妙理如何合沙旨意细论。那么佛陀呢，他对针对阿难尊者来说，他说你现在已经证得了言教初信，断除了三界的见惑，但事实上以你的阶位呢，距离大乘的无上菩提跟整个涅槃还是非常的遥远，菩提是业的智德，涅槃是业断德来说，这个自断恶德，所以你必须要呢经历整个多生多劫的，辛劳的修正，包括这个理观，理观当然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空假中三观，也包括整个六度万恨的四修，才可以完成的。那么如果你一直停留在你过去的习气，只是习惯呢起意念执持十方如来所先说的整个十二部的大乘经典，这当中的义理，像恒河沙这么多，那么这样子是增加一种名相的分别，增长心中的妄想，增长你的细论而已，就是只是了解道理是不够的，一定要升起观照。这一下讲出他的例子，看第二段。如虽谈说因缘自然，决定明了，人间称汝多闻第一，以此积结多闻心习，不能免离摩登劫难，何须待我佛顶神座，摩登劫心引火顿歇，得阿罗汉，依佛法中成精进林，爱何甘孤立如解脱。好，这一下讲出他一个实际的例子，为什么多闻无功呢？那么就是说阿难尊者他虽然能够谈说因缘自然的教法非常的清楚明白，而人世间在整个众多的弟子当中呢，每一个人也公认了这个阿难尊者在众多弟子当中是成就文殊陀罗尼，说是佛法如大海入于阿难心呢，那么佛法的整个名相整个道理呢，虽然广如大海，但是都一一的流入阿难的心中
啊，从来不会忘死。那么他堪称多闻第一，但是以如此多闻的这样的习气啊，这种多生多劫的习气来亲近善知识，来欣习佛法呢，还是没办法去免离啊摩登伽里的这个咒语之难。这可以看得出来啊，只是明白道理啊，内心却没有一种正念的力量来抗拒心中的烦恼啊。那么何须待我佛顶神咒啊，如果说你多闻可以调伏烦恼，那你就不必靠我的楞严咒来救拔你呢。啊，那么反过来就讲出另外的例子啊，摩登伽里呢，他本来是多生多劫是淫尼呢，所以他的淫逆性烦恼很重，但是他回来听闻佛陀讲到达望本空之真本有以后，他升起一念的回光返照。他就经常问心中的烦恼，你从什么地方来？那么这个时候烦恼被他这一问以后啊，因为他密心了不可得，这个时候烦恼的根源就被他破坏了，就证得小乘的三果阿罗汉，断了三界的见惑以及异界的思惑。那么在我佛法当中呢，可以说是一个成就一种精进的功德，因为他没经过初果二果，直接从凡夫直接证得三果，那这种理观很强的啊。所以证得三果以后呢，成就精进的功德以后呢，他心中的贪爱之水啊就完全干枯了。那么也因为这个摩登伽的这样的一种解脱呢，才使令阿难尊者呢解脱于这个淫欲之难。那么这段等于是佛陀讲完的道理，准备开始开显实修之前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含义呢？就是讲到多闻跟观照的差别。佛维大师说啊，多闻本来是入道的根本，但是停留在多闻呢，只是产生一念的信心。我相信妄想是虚妄的，我也相信我们的真如本性是本来具足的。我想实在话，你只有相信是不够的，你要相信可以够的话，基督教也是用相信的。就是你必须透过这个教法的学习啊，你真实的去观照，把这个多闻的知识转成内心的观照，才有真实的断惑正真的功德啊。那么只有信心是不够的啊。那么这段等于是佛陀已经为后面的实修来做布局了啊。我们看新二的欠真修有益啊。那这个地方等于是结欠呢，只有透过真实的修学呢，才有真实的解脱的利益。我们看第一段经文。是故阿难，如虽力竭忆持如来秘密妙言，不如一日修五漏夜，远离世间真爱恶苦。那么既然多闻无功，那么应该怎么做才会有真实的功德呢？佛陀说，阿难，你虽然多生多劫呢，都能用内心来意念来支持如来所说的秘密妙言。这个地方维大师说呢，秘密妙言指的是大乘中道的妙理，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如来藏妙真如心言三谛理，也就是我们一念心中呢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当然你了解这个道理是没有并没有白费啊，但是你应该是要从这个道理当中呢来升起一种修学无漏业正式的修学圆顿之观，才能够真实的远离世间上这种对外境产生的执取而产生爱憎两种的痛苦。这个无漏业维大师就讲得很清楚，他说所谓的无漏业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如但不随心中分别，不随分别这句话我们讲一下哈。刚开始修楞严经的人有些会不太适应，
因为在过去我们在修其他止观的时候啊，对烦恼是一种抗拒的。你说你升起贪爱的烦恼，我用不计光来抗拒你。你会执着常，我就修无常观来抗拒你。我们刚开始在修学，烦恼是一种对抗，就是逆向操作。好，你想你说它是黑的，我就用白的来抗拒你。你认为它这个色身是美妙的，我们就把它视为它是污秽的来抗拒。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是一种对抗法。但是到楞严经的时候，它不是抗拒，就是我不随你而转。其实他的思想就是这样。他是怎么样呢？遇到烦恼的时候，他是回光返照，你从什么地方来？他只问他一句话就够了。所以我想这个楞严经他在修无漏业，在抗拒烦恼的时候啊，这个大家要了解一下哈。前面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四念处啊是跟烦恼啊正面冲突，在烦恼的作用当中，看他跟你说是正面两个人啊，正妄交锋，正面冲突啊。那么本经他在修退治烦恼，他不是，他是回光返照，不随妄转啊。这个地方大家要了解这两个差别哈。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赞叹了，只有真实的回光返照啊，才能够远离世间的这种痛苦。所有的痛苦都是我们因为向外的执取，向外执取以后就会产生一种攀缘心，满我们的意的产生爱，不满意的产生嗔，而且这个爱跟嗔又变来变去，有时候我们喜欢的东西变成嗔，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又变成爱，所以搞到自己很痛苦。那我们必须要修无漏业，回光返照，回到我们的本性，这才是一个所谓的解脱之道。好，我们这个地方啊，先休息一下啊。